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啊，年年年。岁月悠悠，光阴如箭，回首往事如烟，痛苦心酸，寄望憧憬，万事如愿。贺新年，祝新年。Ya, bos, ini tempat tinggal rumah tu ke? Okay, okay, boleh. Bila? Okay, kau yang datang ah.老板，唱完了。我看接下去你暂时先不用来了啦。为什么？你看 MCO 期间都没有人，生意也不好，根本都没有人，生意很难做啊。暂时先把它关掉喽。接下来给你这个，给你一个红包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啊。能早点回去吃团圆饭 ，OK？ 哎，老板。老板，问你一个人吗？是啊，我一个人啊。我也是嘞，走，带你去我新家。哦，姐是买点新家。哇，你的家很 high end 嘞。当然啦，这是全 BM 最 high end 的屋子哎。这么不是很贵？不会啊，你觉得让我一个小小员工可以负担得起的，那你会有多贵？这你的楼会不会很负担呢？不会啊，如果觉得很负担的话，可以租给别人，因为这是 dual key 的 service apartment。哦，对也对哈，因为可以别人帮你分担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样那个发展商 OK 的吗？发展商非常 OK， 因为它是北马最有名的，它不只有 condo， 它还有 land，、哦、还有 hotel， 而且这个发展商是我还没有出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的。哎，你怎么好像很了解这样的？没错，我就是 IQI Property Consultant。地点位于大山脚的低密度高级公寓，总共有110个单位，每层只有4间哦。加上完善的 facility， 还有有盖泳池，所以就不用怕晒黑啦。楼下还有大马首个 Drive To S 品牌咖啡连锁和日本家庭超市，一点都不用担心肚子饿。少不了的就是大山脚名校日新。金星小学就在附近，接送孩子就方便多了。担心装修厨房吗？贴心的发展商帮你搞定啦，还可以省下设计与装修费用哦。Rocky Concept 更是这栋高级公寓的亮点，适合自住或投资的你。把 Studio Unit 租出去，可帮你增加额外收入哦。最后就是你宽敞的 Master Bedroom， 又大又有 View。月供只需2000令吉就可拥有这栋高级公寓，因为你。值得拥有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开。我们 A team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开。耶！好像真的挺好的哦。